要回去查一下摇臂如何装。应该是插在这块吧。那个是试一下。这是不是打光？对。就是通过改变它的平衡，使得它不会向各个地方摇。那就是说你要想转动一个小角度，然后你会必须要带动下面这个，然后转动一个二三，看它这个怎么摇。多少钱？100块钱。真的我拿地上的小我们把它的分镜用出来。然后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率，其实分镜很简单，就大家就把那个机器厂里面需要的人物、地点、时间、道具四样东西引出来。摄影拍机、看机、分镜拍机。你知道吗？你值得很羡慕。写诗，别写歌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你就是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。就是画得像鬼一样的。其实导演的意思就是要经常去拉货。我是负责录音的，我是录音师。录音开机，摄影开机。第二镜第一条，快，我来吧。哎，是的，你们是往这边走的吗？哎，同学，你们是往。听你，真失焦。这个菜好不好吃？哦，绝对好吃，有正宗凉茶，王老吉。三，二，一。泰戈尔说：“鱼儿要为一只鸟鸟游。”天空啊，你想说的是什么？北极星啊，你想的是什么？